人生于世上，有几个知己，多少有而能长处。喂，网友大家好，非常之不幸啦，我有一位朋友，佢就入咗竹篙湾隔离营嘅，佢系一位美少女嚟嘅，就系呢个啦，啊唔系，呢幅系我嘅相，呢幅先系佢，佢叫 Anna。咁啊，点解佢会入咗竹篙湾隔离营呢？就是因为佢去咗北角一间教会嘅，因为嗰个外佣咧受到各大空姐嘅母亲传染，而佢去咗同一间教会嘅。好啦，咁啊，首先睇下佢而家喺竹篙湾嘅情况先。佢入咗去第一日，咁啊睇下外观啦。佢坐佢住楼上嘅高层都好少少。咁我嚟睇下里面嘅情况啦，有床啊，有柜啊，有电视啊。有水啊，咁其实都应该设备都几齐全嘅。咁啊，至于啲伙食方面呢，睇嚟都唔错嘅。咁啊，我亦都得到嘅授权呢，去分享㗎啦。咁啊，如果进咗一步消息，再同大家分享啦。咁我哋一齐集气，祝佢冇事早日出返嚟啦。加油啊 ,Anna! 雪有万里山，隔咗两地遥。八岁见面。